嗨，我是左边茶水间的创办人 Zoe， 欢迎来到我们2023冬季特别企划《我是谁》。在这一系列的节目当中，我邀请了我的生命教练 Natasha 一起来与我对话，聊聊人生中那些让你感到无力、无解、迷惘、茫然的大灾问：我究竟是谁？我的使命是什么？我活在这世界上的意义又是什么？这些我们穷极一生不断在探索的答案，究竟跟我们想象中的一样吗？邀请你用轻松的姿态与开放的心态，细嚼慢咽。在上集的节目呢，我们聊到在自我探索的旅程中，可能经常会出现哪一种错信或者是迷思。过去的你呢，可能会以为寻找自己是谁，是寻找一种身份，一种职位。可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自我潜能的探索，还有怎么说呢，就是对于自由的渴望吧，就是生而为人绝对不是说一个职称或者是多种职称就可以满足的。那很多人呢，其实也是在拥有了这些头衔之后哦，才发现我是谁的这个课题依然存在。我觉得这个真的这块太 fascinating 了，因为我感觉我自己在这20几岁的光阴里面所想象的好像也是我要成为创业家，我要成为作家，我要做什么，没有特别去想说成为了之后会长什么样子。当下可能也会觉得其实就是有了这些身份，我好像就生命之中会多了一些成就，我的生命就会更加的丰富，就大概是这样子的理解。而其实这样的理解也没错，的确啊，生命也是更加丰富了，但就如同我说的，我觉得那个我是谁的课题依然存在着。它就是不会因为你今天变成了作家，或者是你今天又是谁了，然后你就不再 question 吧，或者是说用职称来去探索可能是一个不太对的方向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可以好好聊聊的。那在这个迷失当中呢，就是我觉得有一个我个人特别特别有感的地方，就是我其实到了那个点啊，尤其是说到了那种你真的达到了的那个顶峰的时候，它其实是蛮失落的。那过去呢，我们可能都会说就是你如果观察到你自己得到了某样头衔，或者是完成了某一些事情，然后那种快乐如果没有维持很久的话，它就是一种所谓我们会说外在型的目标。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tricky 的点就是这样子，就是通常啊，你的那种外在型目标都会是你必须要达成，就是你真的拥有，你真正拥有了之后，你才会发现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蛮幸运的，就是我有蛮专业的辅导所以很快的我就能够比较拨云见日，我才发现我好像看见了一些东西哦所以这一集呢，我们就是要聊聊我们看见了什么东西。那先破题的跟听众分享，我觉得这个就是自己的课题。其实自己的课题呢，是了解自己究竟是谁的一个蛮重要的里程碑，所以我希望可以借由这个机会请教一下 Natasha， 有没有发生什么印象深刻的事件，是好像让你有一种任督二脉都通了的那种感觉，就觉得原来这就是我的课题，就是原来它是这么的 obvious， 其实之前的一些蛛丝马迹都已经大概在跟我诉说，这个其实就是我可能恐惧的最根源。可是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事件，让你就是终于把这一个拼图的全貌拼进了那个最后一块，然后让你意识到说就是这个课题？嗯，
我觉得可能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课题，可能不到任督二脉突然打开，但第一次意识到我有一个课题，就是在我离开了金融业，然后开始做国际志工，然后以及之后的社会企业的创立等等，就是那个外在的那个布景场景做的事情的内容明明就这么的不同了，但我却发现我的紧绷啊、焦虑啊等等的全部以一种换汤不换药的形式回来。我那时候意识到的那个课题就是我非常仰赖外在的肯定，来得到一种力量感，得到一种 OK 我现在是安全的那种感觉。那个外在肯定不见得是一老板跟我说你做得好，或者是谁，就是并不是一个，不一定是一种你做得很棒这样子的肯定，任何东西都可以被我当成一种外在肯定的来源，薪水这种东西，然后或者是离开了本来的金融业，到了社会企业国际职工之后，因为开始有一些分享的机会，讲自己的生命故事，看到意识到自己开始走偏，开始在意我分享之后有没有人觉得，有没有够多的人觉得我讲得很棒，或者是我分享一则脸书 post 有没有够多的 like 数字绑架。对，开始意识到自己在走偏，因为一开始做国际志工等等，那个初衷我可以感觉到它是好纯粹的，来自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动，想帮助更多。但是后来发现我整天在意的都是这种外在的东西，而且我觉得我好像好需要这些来支持我继续做下去哦。又开始意识到哇，我好像那个力量的来源，或是安全感的来源，或是自我价值感的来源，几乎是100%的迁徙在外在的东西上面。我可以理解成说，就是你的心情起伏，甚至就是你评判你一天过得好不好，确实都是以那些外在的指标，是不是有人追踪啊，是不是得到更多的演讲机会啊的这类型，然后来去判断你的今天过得如何，或者是你公司表现如何。对，没错，我觉得它不是以天为单位，我觉得是几乎是以分钟为单位，我每一个时刻的状态几乎都是来自于你刚刚说的那些外在的那些东西，而因为太需要从外面找到力量，所以真的任何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可以被我化为一个指标，非常的累，心灵是非常的疲累的，因为永远都不晓得自己下一秒或下一分钟或是明天会不会感觉自己是有力量的，够好的。怎么觉察到的？你刚刚问，对我来说一开始就是一个感觉，看到自己的起伏，状态上的起伏，感觉到自己状态上的起伏很大，然后开始觉得好奇，诶，我这样子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的是被什么东西在 triggering 的，然后就意识到，哦，我的高低起伏真的是来自外在的东西。我现在马上想到，我刚突然想到了一个事件，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应该是25、26岁吧，也就是在做国际志工如火如荼的那段时间，很多的分享机会，大家觉得这个故事棒透了，有一个小女生放弃了金融业所谓高薪，然后哦去做国际志工，那故事听起来本身就非常的 juicy 嘛，很多人好奇想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做等等等等。我后来有一个演讲的邀请，是我的母校台大邀请会邀请我回去演讲，然后我就觉得哦so proud of myself， 然后我那一个分享，唯一的分享，我邀请我妈妈去听，然后我也觉得我自己其实那一场讲的不错，怎么感觉的？因为我觉得我很真诚的、很赤裸的把我怎么想的、当时怎么感受的，真的很真诚、赤裸的就分享给大家这样子。底下大部分是做的是学弟妹，然后
我就还记得我讲完之后我就马上跑过去问我妈说，哎，妈，你觉得我讲的怎么样？然后她就跟我说，哦，我觉得你实在是太紧张了。印象非常鲜明那一个事件。然后你刚刚问到事件，我就觉得那一秒那一刻我就是荡到谷底，但同时又有一个理解，对耶，我这么仰赖外在的肯定标签告诉我我够不够棒，其实就是有一种从小被训练出来的这种感觉，因为好需要爸妈的肯定哦，要是他不肯定我，我就觉得自己的肯定不是真的。嗯，因为我问他之前一秒，我才觉得我自己做得很不错的，但是当他一说，他也没有说我长得不好，他只是说他觉得我看起来很紧张，其实也不是真的一个所谓的否定，但我就完完全全的把我自己的感对自己的肯定感丢掉。嗯，然后觉得对妈妈讲的他的 comment 才是对的，才是真实的，就好像在那一秒钟再次的意识到我的确是100%的从外在获取力量，然后也在那一刻明了这一切是怎么样形成的。那我觉得就是从那边开始吧，这算是一个还蛮好意识到的一个现象，因为开始看到，哦，对啊，一直以来对，就是这样子嘛。那做所有的科系的选择、工作的选择，基本上就循着这个脉络。反正大家觉得那个好，我就去哪一个，因为大家觉得好，我才能觉得我自己好。基本上就这样子一个脉络。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更底下的根，嗯，一个呈现。我慢慢意识到的是，从这种最常让自己不舒服的情境，可能会摸索出一个课题，但是在越往下拉，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更深的课题的一个展现。我后来又意识到，是跟这个很有关的是，我很喜欢，不是喜欢，我很需要控制。嗯，这个我对，但我们可能都有控制的表现，但那个根源可能稍微不同。我需要控制是因为我必须要确定结果是跟我想要的，而我必须要确定结果跟我想要，是因为我太需要那个结果，好的结果，来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或是感受到自己的力量。所以什么都需要控制，而结果呈现出来之前的所有的时候，我就是在焦虑。然后看到自己的控制，大大小小的控制之后，我觉得我在更深层的看到的是，一个是自己的信念，那个底下的信念就是因为我相信自己 I'm not worthy。 嗯，那个底下的深层相信是因为觉得 I'm not worthy， 所以才这么需要一切的事件来证明或告诉我 I'm worthy， 因为底下有一个这样子很根深蒂固的信念，觉得 I'm not worthy。 嗯，所以说需要控制结果，所以说好在意别人怎么看我。嗯，所以说好需要爸妈的肯定，好需要一个看起来成功的样子、成功的样貌来感受到安全，好需要知道自己有把事情做好做完来感受到我是 OK 的，我是安全的，我至少现在是有价值的。嗯，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个东西是短暂的，它就是一个无底洞的感觉吧。如果内在有一个这样子觉得 I am not enough 或是 I'm not worthy 的信念，它就是一个无底洞，必须要一直用外在的东西填啊补啊填啊补啊，但永远都填不完也补不完。嗯，所以后来更深层的看见大概就是这一层，就是发现自己的状态作业系统那种感觉 operating system 是在一个匮乏的状态，因为觉得自己匮乏不完整不够好不怎么样，所以做的所有的事情或甚至是看见的世界经验世界的方式
都是在向外抓、向外拿、向外所得，所得肯定、所得力量、所得一个东西来填补我自己的那个匮乏感。所以后来更深层的意识到，就是那个自己的作业系统 operating system 永远都是看到不够、不足，一杯水永远只看到空的那一半，而看不到满的那一半，所以才会衍生出这么多仰赖外在的指标啊、控制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跟状态。嗯，后来意识到另外一件事情是，那时候心中的那些大在问，我的人生到底是来干嘛？我是谁？这一切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其实也真的跟这一个根本的课题有关，因为自己的行为跟决策都是以外在的这种被动形式、恐惧驱使、匮乏驱使，像被动形态的在做事情，在过生活、经验生命。所以就是会常有人说，我到底在干什么呀？这一次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嗯，我到底是谁？我到底在干嘛？我到底活着是为了什么的这种失根感。嗯，我现在回头看起来就觉得 make sense， 就因为是在那个匮乏的状态，而好像所有的决定都身不由己。嗯，所以在某一些比较清醒的时刻就会觉得我自己到底在干什么。但是在当时有这些大在问的时候，会觉得啊，这一切的问题就是因为我生活没有意义，这一切的问题就是因为我还没有找到我的使命。然后就觉得好，我只要找到我的使命，我只要找到我找到我的意义，应该就可以解决这一切了。但殊不知，也是现在回头看才理解，殊不知其实那些大在问无意义感，急着要找自己使命的那个冲动，也就是一个我的最深的课题的一个果而已。啊，讲得太好了。嗯，我现在终于能够比较有那种底层逻辑的概念去整理出，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于意义，我们对于使命这么的追求，就是心中好像会有一种，如果我没有使命，如果我没有意义，就像是那个灵魂急转弯的那种剧情里面演到的，就好像那我就没有意义，那我的存在就没有意义。所以光是这样的逻辑，它本身就与所谓我们是完整的，我们本身就是够好的互相抵触而不自知，我觉得真的太难看见了。就是你刚才在说那个像洋葱皮这样子一层一层一层剥开的那个过程，我相信听众也蛮难想象的，就是因为我不是第一次听你分享，所以我大概理解。可是我想象我如果是第一次听你说，其实我真的会觉得，哈，你怎么发现的？这是什么意思？你具体来说是，你是写日记吗？你说你发现的是什么？就是一样，感觉很难用那种抽象的概念去理解，然后也很想要知道，对啊，我也想要看见，我现在好像看见了一些东西，可是就像你说的那个需要外在的肯定， OK， 这一层我看见了，可是底下好像还有东西，我怎么看见？然后那个在底下好像又还有东西。我想要问你，那个根源的感觉是什么啊？就是我的确可以一直向下挖掘我自我觉察，然后我其实那真的是一关一关的去面对自己的恐惧，我觉得那是一件非常之不舒服的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持续 bear with it， 持续的在播、再播、再播，越来越赤裸，越来越赤裸。核心长什么样子？我怎么知道 this is it？ 你是怎么有那个感受的呢？嗯，你在讲的时候，我觉得我第一眼冒出来的想法是，这的确是一个非线性的过程。嗯，它好像并不是因为我做了 A 所以 B 发生，然后我再做了 C 然后 D 发生。这个过程它的本身的确就是非常的迂回又非线性。可能一开始的
作为，说作为好了，就是像你刚刚说的那个不舒服的过程，每一次当一个不舒服出现，我不让它闪过，我不让它就这样过去，它其实就是一个几秒钟的事情。嗯，因为马上就可以有下一件事去追啊，或者是滑一下手机看一下 Netflix， 一下子很容易它就过了。但我觉得可能我当初做的一件跟大家不同的事，我猜想就是我不让它过。嗯，就好像我明知道那一个是一个沼泽，而那个沼泽底下有东西可以看，有一些真理，有一些学习，但是我要看，我必须要把我的脸放在泥巴里面，这种那种感觉。但我选择我把我脸放在泥巴里面了。每一次发生的时候，我可以马上意识到，然后如果当场没有办法好好的沉淀思考，那我会在心里做一个小笔记，就好，等一下我回头来梳理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是那个内在好奇吧，就我真的很好奇为什么这件事情启动到我了。这明明就是一件小事，但是我被启动的那个感受跟这个事情的规模不成比例。嗯，像有这种瞬间发生，而且很快，两三秒吧，一两秒的时候，我就会特别诶一下好奇，然后进去看。嗯，但每一次看见，一开始看见你会觉得好像每一次长得都不一样。但是这时候我觉得我必须要说，就是一个第三者的存在的美好，其实常常就是这个样子。我当时我也有一个贵人，当我跟他爬出这些不舒服的时候，他帮我点出我的模式。他点出来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其实是抗拒的，抗拒觉得我才不是你说的这个样子，但是我把它记得了。嗯，所以有这个参考值。而当以后我又不停的把我的脸放到泥巴里去看我到底为什么不舒服的时候，就慢慢的发现，其实他当初那个贵人点出我的那一些 pattern 或是那些课题 makes a lot of sense。 对，我好像就真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很多事件，很多点，很多不同的发生，它们最后好像全部连在一起，让我一直不停深刻看见。因为那些点可能就是我不停的很好奇的去，每一次事件发生，我没有可能直接就觉得因为那个外在环境怎么样，因为那个人怎么样，而是直接往内看是什么启动了我。嗯，我想可能这个事件是想要来教我或告诉我什么，我很好奇是什么，我去看，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有贵人，有外在的人也陪我一起看，然后看到了一些 pattern。 而第一次被点出来的时候的确不舒服，的确不相信，但是在自己在持续看的时候，有一天就有一种全部串起来了，对耶，就是这样子耶的那种感觉。嗯，感觉很像是一个侦探的那个办案现场，有没有？就是他墙上然后有各种的照片，然后他用那个线在那边连，然后最后可以连到一个 source， 然后知道是这个点。对，我觉得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刚刚说那一些瞬间不舒服的瞬间，两三秒过去，那些瞬间当他们发生的时候，我会好奇，并且我很本能的就会认为有东西要教我，有东西要我学， There's a lesson here。 嗯，好像有某一个我自己还不知道的自己的面向，某种力量让它发生了，想要告诉我一些事情。所有的发生好像都是一个要来教我什么告诉我什么的这个反射本能。嗯，让我可以在瞬间就觉得好，那我想要知道这一个 lesson 是什么。嗯，而不是马上反射觉得怪罪这不是我的错，这是别人他怎么样，他说了什么，我说了什么，所以我生气了，然后我又说了什么，所以他又说了什么。这个 drama level 的东西是我比较少停留的。嗯，我一下子就会开始去想，我被启动了，我被启动了，那表示我的内在有一个什么东西的存在，使这件事情有办法启动到我，那么这个是什么呀？我总是这样子问自己。
你知道我前几天在看一本书的时候，然后那本书里面就出现一句就是直白到不行的一句话，他就是说 Your discomfort is your soul telling you there's a better way to do it。 就这样其实简单翻译就是说，有一件事情让你不舒服，其实就是你的灵魂在告诉你说眼前这件事情有更好的做法。然后我就这样子静静的看着这句话，我就觉得真的是这样诶就是怎么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好像没有停留，就像你说的，诶，事情一个一两秒两三秒就这样过了，从来没有想过说，诶，我的不舒服是不是要告诉我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转念，而且我觉得你要有那种 willingness，你要愿意，对，把脸放在泥巴里面的确是一个其实挺恐怖，你会不会窒息啊之类的，就是会有危险的一件事情嘛，所以大部分的人的确都会抗拒。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听众现在在听内心的一个感触跟声音吧，就是我首先要觉察到那个一两秒本身就已经不容易了。好啊，我觉察到了，已经很厉害很棒了，那现在我还要有意愿，我 willing to stay， 然后在这边看啊，哦，看到了，哦，我看到沼泽了，看到沼泽是一回事，要把脸再放进去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感觉就是脸要放进沼泽的那个，其实它是，我觉得它是有，对，大部分人都会有心理障碍的。我觉得可能这段聊起来会比较抽象，但我还是想问问，就是你觉得这股勇气吧，该怎么说，就是这个对啊，这个动作要有勇气，冒着会窒息的风险，你的心路历程可能是长什么样子呢？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想到的其实是它其实是一个选择，就是如果就让它过了，或者是脸不放到泥巴里，其实也真的不会怎么样，它真的就是一个选择，照原本的样子过下去，其实真的也没有所谓的对错或任何好或不好的价值判断。其实可能会有一个可惜，就是如果你真的去，或是我回想，如果我当初没有这样子有点辛苦的去看，我不会感受到许多我现在正在感受跟经历的美好，而这些美好是当初在旧有模式的我怎么样都想象不到的，所以就错失了这一个机会吧，就它是一个可惜，而不是非要怎么选比较好的一个必经之路，它真的就是一个选择。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意识到当我开始定心心的觉得好，我就是要好好的探索我的内在，知道我到底怎么了，我想要成长的时候，我是被帮忙的。就像你刚刚说，你翻到一本书，你看到了一句话，那句话打中到你，给了你一些你当下需要的智慧，那种 moment 在我开始定心心的成长之后很常发生，我也无法解释，好像就是一直会有一些声音啊，或者是暗示告诉你说 you are on the right path 的感觉吗？以及他这一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觉得被支持的，因为好像在某些时刻要看到的话听到的话都会 somehow 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有一种被点醒的感觉，这种感受蛮常发生的。所以说另外一个为什么它非线性，就是常常会有这种诶天外飞来一笔的，听到了一句话，看到了一段话，我就悟了的这种感觉。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好像是当你下定决心或者有那个意图觉得我要帮助自己成长，somehow 事情就会开始环绕着这个意图发生并且支持着你。所以虽然脸贴到泥巴里的确不开心不舒服，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很确定我是被支持的。嗯，
我其实算是说在自我探索比较灵性的这条路上，我也觉得就好像是你的那个 intention， 你 send out your intention to the universe， 然后他们真的好像就是会给你一些东西，或者是你的那个脑袋可能平常看同一句话没感觉啊，结果今天再看同一句话就不知为何就突然有那个 connection 了，然后好像这一切就是不断不断的在帮助你缓解那种不适感。因为其实我之前也经历过一段，就是也会觉得自己好像我不太知道我自己的课题是什么，然后有一些人可能会就是说的蛮自然的，就会说哎，对，这个就是我的课题，这就是我的课题。不过我觉得那都比较停留在所谓我们刚才讲到那个比较表面层，然后我也有那种表面层的 quote unquote课题，可是我就是一直不知道要如何像你刚才讲到的那个播了又播的那个，其实实际上面 I don't really know how to execute 这件事情，就是对我来说实在是太抽象了。我刚听你那样讲的时候，我意识到的是我发现这好像不是一个由我自己来 execute 的过程，它不是由我控制的。会有这种感受是因为我觉得我意识到好像每次我看到一个课题，我觉得啊哈，我看到了吧对我看到然后呢又会出现一些事情启动到我，本能就会再去看嘛，然后发现诶，这个不是我刚刚已经看到了解决了怎么，但是又出现了。而在那一次的去看，去把脸放到泥巴里，又会看到一个更深的东西。嗯，所以就好像这不是由我主宰的，就是自动的。当我觉得我看清楚的时候，又会生命又会发生一些事情，嗯，驱使着我再继续看下去。一本同样的书，十年前我看的时候，可能用黄色荧光笔画。而十年后我再去翻，我看到的真正的美的智慧是我黄色之外的部分。嗯，为什么会突然想拿那本书呢？我也不知道，我就突然想拿它，然后突然之间我以前看不见的智慧就这样呈现在我的眼前了。所以我现在觉得，现在回想起来，这真的不是一个由我去执行的过程欸，它是一个自动发生，有它的节奏步调，也知道我在哪里，他知道我现在看到 A 之后我可以看到 B， 他就把 B 放在我面前说去看吧，你现在你已经准备好要学 B 了的这种感觉。我其实现在非常能够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可是我也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听你分享的时候真的是完全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不过好像我会一开始一直觉得说，那我实际上面是要做什么来去 execute 这件事情，来去剥我自己的洋葱皮，然后看见我的核心。我一直觉得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做，然后我好像一直这样子跟 Natasha 说，所以我要怎么做所以我要怎么做，然后你就一直跟我说不是，好像不是做，好像不是去做一件事情，而是去选择，然后有这个意愿，然后有这个 intention。 第一次讲呢听不懂没感觉，第二次讲呢听不懂稍微有点感觉，然后第三次讲呢一样听不懂，但有些东西改变了。那个东西就是我突然有一个，可能现在回头来看是一种臣服吧，某方面来说也是一种觉得啊算了，听不懂算了没关系，我可能也不必听懂，我不必听懂才能实现这件事情 的一种感觉啊。所以其实到最后啊我还是听不懂哦但是呢就好像突然之间有一个这样的，可能你说决心吧，就是算了没关系啦， it's ok， 那我也看不见没关系，我生活还是就继续过吧。然后过没多久我就觉得我看见了然后那个好像就也真的不是我做了什么，我就觉得那是在我放弃去做的那一周里面发生的有趣的事情，所以超级奇怪。可是我就在那个发现的那个当下就觉得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我现在终于懂了，反而是我不再去追求要怎么脑袋听懂之后才懂啊，太美妙了。听众可能觉得啊太奇怪了。我觉得你说的真的很好，而出现在我脑海里面现在是两个字，就是 controlling 跟 allowing。 从 controlling 的这个模式，愿意放下 controlling， 愿意放下控制，然后转换到 allowing 的模式，允许的模式，放下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控制，都可以 figure out 的这一个信念或是对自己的要求，然后开始愿意挪出一些空间让事情有开展，自动开展绽放的余裕。我现在听起来是这个转换模式让体悟得以发生，成长得以发生。成长，所谓成长这件事情，现在看起来它真的，它不是像我们平常做事的感觉，我要哪达到哪里，我要成长，所以我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所以我成长了。成长的这个东西，它It doesn't work like that， 好像不是这么运作的。他是愿意后退一小步，挪出一些空间跟余裕，去看到我之外的支持的力量，并且挪出一些余裕，容许一些不是在我想象或是我控制范围之内的美好事情得以发生。它不是一个 controlling 的运作模式，而是一个allowing 的运作模式。而要转换去那个模式的确很可怕，就如果几十年来都控制惯了，而且控制也的确可以得到一些很好的结果，几十年来都仰赖这个控制的运作模式生存，并且生存得很好，突然之间说允许 allow， 挪出一些空间让事情可以自己发生，它的确可怕，并且它需要一个相信，需要相信宇宙是友善的，需要相信我是被支持的，虽然我看不见是什么在支持我，但是要相信我是被支持的，需要相信我的内在是有力量的，需要相信我没有洞洞，我不需要用抓的夺取来填补我自己。这些相信没有办法用脑子说服自己，就是他就想不，逻辑上是想不出来，跟转不无法得证，无法用 reasoning 得出那一个结论。他就是一个需要决定，我试看看，我相信一个决定的过程。我也觉得是。而其实人生中或者是可以说自然中有蛮多的道理都可通用啊，例如你有在健身的话，你可能也知道你真正所谓那种成长，就我们说重训长肌肉的那个真正发生的 moment 其实都是在你休息的时候嘛。那个你种花种树也是一样啊，就是你不是什么都没做，你也做了所有你可以做的，你整理土壤播种然后浇花照顾它，可是你总不会一直无时无刻盯着它。然后你要有那个相信，你要相信可能我过几天再来看它就可以冒出芽。我觉得这的确很困难，的确不容易。就是现在讲了一些例子，如果你有在就是做植栽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啊，我懂这个道理，我懂。可是它如果是发生在你人身上，就会瞬间你就会觉得哇，天哪，比我想象中还要难很多。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刚好下一集会持续聊的主题，就是当我们在那个 moment 啊，因为Natasha 就是说来容易，我相信也是慢慢的好几年是在那一个奇妙的空间跟这股恐惧我不够好一起共存。那个 moment 就是 day to day 可能你也会很疑惑，就我就觉得我不够好啊，我怎么在我不够好的时候就相信我够好。这个是我在跟你做 coaching 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一直卡住的地方，就是对啊，我就没有啊，我就不 OK， 我怎么可以相信我 OK 呢？
就是这个完全我道理那个脑子是转不过来的。所以我相信呢，在下一集节目里面我们也可以好好深深聊的这一块，相信也是非常多听众呢很有兴趣，然后可能也刚好卡住的地方。非常感谢你收听左边茶水间2023冬季特别企划，不知道这一集的节目是否有带给你一些悸动，触动到你的灵魂呢？如果有的话，很希望你能到 Apple Podcast 为这个节目留下5星评价，邀请你将此集分享给此刻在你脑中浮现的那个人，也期待能看到你在 Apple 留下评论，分享你对这一集节目的观点、感受，甚至也可以跟我们说说你的故事。你不孤单，你在经历的这些看似没人懂、没人能聊，好像都是庸人自扰的，我们都能共感，因为我们都经历过。如果你想要展开更深层的对话，也邀请你与我的生命教练 Natasha 预约谈话，体验 Life Coaching 的魅力，感受一下它是如何改变了我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更多 Natasha 的资讯与预约连结一样能在本集节目的资讯栏中找到。假设你有任何的问题与想法，也欢迎你回到我的网站或者是我的 Instagram 上面与我分享。谢谢你的时间，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帮助你成长，不只找到你的理想生活，也带你进入你的理想状态。我们下次见咯。